安播普通话足球快讯。在今天召开的国际足联会议上，国际足联主席恩菲天奴宣布新版世冠杯将于2025年开始举办，改为32支球队参赛。恩菲天奴表示，新版男足世冠杯将从2025年开始举办，届时将会有32支球队参赛，我们会将它打造成世界杯一样的赛事。另外，2022年世冠杯的日期和地点已经确定，这项赛事将于2023年2月1日至11日在摩洛哥进行。欧冠联冠军皇马将直接进入准决赛，他们会在2月6日出战。感谢你收听安播普通话足球快讯，感谢你的支持并订阅我们的频道。